别比划了，你当时在什么位置？我正在楼梯那个拐弯那个地方啊。你打中的那个人是那个皮鞋发吗？是啊，哎，他正在楼梯口那个走廊那个地方，啪一枪我就把他打中了。为什么在你说打中歹徒的那个地方，既没有尸体，也没有血迹呢？没血迹？不会吧？ 那你是说我们的技侦人员都是吃干饭的了？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哎，要不他受伤以后跑到别的屋去了？要不再就是啊，哎，那个太专业了。那他嗖的一下子躲过我的枪，他跑了呀。 反正啊，那走廊里头啊，黑的乎的，也看不清楚。那你是不能肯定？这个，你是个保卫人员，不敢肯定的事，怎么可以乱讲呢？再说了，那么近的距离，打中没打中你都不知道，也不能大意失荆州啊，秦帆。 马上把全市大小医院、卫生所、急救站，还有各单位的医务室监控起来。是。凡是遇到有枪伤的，立刻上报。是。另外通知全市所有的大小药店，凡是遇到有买创伤药和消炎药的，要立刻进行仔细调查。就。 因为每一处案发现场的场面都极其惨不忍睹，无法向电视观众展示这一幕幕血腥的景象。就连做过几十年刑侦工作的干警，面对此案，也无不感到极大的震动和压力。有句话。 在这里跟你们俩说，也没有关系。哎，我还是支持我的好。我知道你们两个为人耿直，有些个对局里局外的事情看不惯，对我也有些意见。但是有一点。 我不是今天才调你回来的，我调你回来当刑警队长，这说明我对你是完全信任的。虽然你没有捧过我一次，见了我就躲着走，可是我心里头都有数。江局长，还是说这个案子吧。你们两个为人正派，我从不提防你们。 说这个案子吧，过了年，我就要退休了。这也许是我这一辈子最后遇到的大案，也是我干公安一辈子。 头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案子，我把向省厅领导、向中央、向全鹤岭市的老百姓、矿工们交不了这个差呀，江局长。 啥也别说了，咱都不是不点不透的。局长，都明白了。那好，你们去吧。省公安厅，这座与省府大楼同时落成的坚固建筑物，昼夜24小时不间断地与省内外及中央保持着通讯联系。
贺岭市9月28日夜发生的特大枪案，当然的震动了这里的最高决策者。进来。厅长，电报。长风厅长回来没有？还没有。你马上和他联系，我要和他立刻通话。是。停车！停车！怎么了？你干什么？这是谁来的？队长哥，没上班。住手！都在围着，看不清，硬打，他伤着人呢。为什么不把群众疏散掉？不行啊，他们谁也不听啊，动不了，动谁谁都不动。你看怎么办？这家伙打死几个人，先打伤一个干警，抢枪后又连续枪杀了他的三个仇人，跑到这儿又打死一个干警，扬言要打死10个够本。选几个制高点，布置特等车主，院子里的人全部撤出来。另外，调两台消防车。小火车执行吧。是。喂，你好。哦，陈队长。哎，继续喊话，告诉他，再给他最后10分钟。是。厅长。啊。陈队长有急事找你。好。喂，厅长，我陈兆龙。啊？哦。哦哦。哦。清楚了，厅长。这起案子性质非常严重，这个案子一定要破。对，对对，我同意，立即上报中央。嗯，啊，哦，我马上会厅里。啊，喂，大约4个小时吧。啊。对，现在贺岭方面当务之急是要严密封锁道路，对，防止罪犯外逃。另外，我建议贺岭附近地区，包括农垦、铁路系统的公安部门，也要协同作战，在交通要道和主要部分设卡堵截，对对。要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紧急协查通报，做好查控工作。让水龙头到跟前把房顶刺掉，让几个点的射手同时射击。明白了。哎，等等，准备好了告诉我一声，给我带着枪来。是。喂，啊，请讲。对，同意贺岭方面的请求，省厅立即派工作组协助指导工作。让董长林去吧。对，董长林。技侦方面，最好王永泽、关立强都去。对对对，好，我马上回去。长风队长，都准备好了。好，队长，快叫人把你放那用。不用。哎哎。
王兆龙，1951年出生，1968年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后调市公安局治安科工作，凭工作业绩逐步升迁，曾任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局长，现任省公安厅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以思维敏捷、判断准确、行动果断著称。他是一省范围内侦破重大疑难刑事案件的最高负责人。由于省厅又有临时重要工作会议，他赶回省厅后没能当即赶往特里，只得坐镇省厅遥控指挥。一号车头，二号车头，三号车头，准备好了吗？房盖一掀掉，你们同时射击，明白吗？好，别闪。关立强呢？关立强跟你一块儿去，尹建辉一时还走不了，法医方面就多依靠当地力量。说真的，我还就喜欢接触这类型案子。先把案子破了再说喜欢不喜欢。没有时间跟你谈的更多，我估计明天上午布里克中央的精神就到。你预先告诉你，中央的精神是不惜一切代价迅速侦破此案，明白了？明白。这个案子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刚才又接到了临时通知，即使查务厅长赶回来也不能马上去贺礼，你把它听起来。放心吧，厅长，那我上车了。好，机关过节的东西我派人给你送家去。我走了。董长林，年逾不惑，刑警出身。928大案过后一年，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是一种老资格刑警中常见的职业病。为此，他戒了烟，也戒了酒。董长林1993年调省厅任刑侦处处长。这并非裙带关系，实在是出于工作需要。在中国，头一种不能滥竽充数的职业是运动员，要靠真本事、靠成绩说话；第二种职业可能就是刑警，不管谁坐后台，破不了案就难以升迁，所以省厅刑侦处处长的位置常有空缺。关立强，痕迹技术专家，和董长林共事多年，性格不合，但工作上能够互相配合。他立过大小七次功，专门研究过犯罪现场遗留下的手工缝纫痕迹，论文在国内外同行中引起高度重视。著名的辽宁省本溪王某某被强奸碎尸案等，就是根据他的理论侦破的。震惊全国的贺陵928案发现场之大，遗留下的痕迹之多是创纪录的。贺陵方面没有技术实力应对这样大的场面，关立强到贺陵也就势在必行。请大家原谅，这些问题我无权回答，也回答不出来。现在矿里车辆很多，请大家散一散。一有消息，矿里会告诉大家的。让一下，让一下，我们进去吧。哎呀，让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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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进去。局长，看见我们家范志跟小雷没有？啊，范志跟小雷的货一早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
哎，别挤了，别挤了啊！哎，不让进去，不让进去！警察同志，什么人呢？什么人呢？啊！哎，车来了，来来，让一下，大爷让一下，来，车来了，哎，徐子，车来了，让一下，来。听说死了20多人呢，北楼地下全是血。哎，听说呀，没有那么血，也就是10来个。主要是啊，保卫干事和经济警察是吗？光枪啊，就抢去10来支。啊，这一下午啊，咱们鹤岭啊，算乱了套了，人们谁也不敢上街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打起来呀。这可了不得，他们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啊。听说还有土匪，手使双枪，从佳木斯来的。来了10个人，九龙一凤啊，哎，可了不得！佳木斯解放以前就是土匪窝啊。哎呀，有男有女。不，我听说呀，是一批刚转业的武警。哎呀，他们都没分配到好工作，有的又因为搞对象失恋了，有的要赚大钱，又赶上下岗。这不，那么多啊，武干和经警啊，那都没拦得住他们呢，就闹起来了。他们手啊，可真够黑的了。都5个多月没开支了，好不容易啊盼着过节，发了1个月的工资，这是生抢啊！他们抢的那些钱呢，都是咱们没黑子的血汗钱，你说他们怎么下得去手呢？也太缺德了，就是他们都黑了心冤了，可不怎么的呢？呀，拿打枪！哎呀，你看你都下破胆了，那不是打枪，那是放炮仗。我看呐，咱们还是快回家吧。现在你也分不清谁谁了，在这待着干什么呢？回家待算了，这地方不安全呐。现在呀，还就这里安全啊？小孩也不能让上街呀。啊，听说那天打死那个小孩啊，就有11、12岁。啊啊，你说什么？打死一个孩子？我呀，也是听他们瞎传的，现在说什么都有，乱极了，别往心里去啊。哎呀，你快点，大伙儿进去看看。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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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案发现场的情况。这是案发现场示意图。这是北楼门前遗留的北京212吉普车。这是大门。这是后门。这是走廊。我们在走廊的这个位置发现了1号尸体。身份现在已查明，是经警魏显胜。身上呢有搏斗过的痕迹。据锅炉房的工人反映，魏显胜是听到北楼有声响之后主动过来查看的。行了，还没洗完呢，拿回去要洗儿洗儿。自己搓搓得了，省得拿回去怕弄脏。大院北边好像有什么声音。哎，好像有点响动，我得过去看看。哎，你又不当班。不行，那我得过去。啊，什么人？我认为他极有可能是在与歹徒的搏斗当中牺牲的。进了大门往西拐，第4个房间是经警队长室，里边有6具尸体，身份现已全部查明。2号尸体和3号尸体是经警孟凡志和他儿子孟雷。哎，小雷。爸，啊，这是辆出租车吧？哼，不一定吧。我坐过这东西。嗯，哎，跟爸先到办公室取点东西，等矿上发了工资，爸给你打一个比这吉普车还好的车，让你坐，好吗？好，走吧。行，我大叔。那到底怎么这么黑呢？办公室里边。
人呢？案发当时，孟凡志并不当班。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办公室，现在还不清楚，因为矿上正在对家属进行封锁消息。4号尸体、5号尸体和6号尸体分别为值班经警，是队长张远成、葛亚文和姚才。7号尸体是南楼值班经警梁桂海。喂，南楼屋有开水没？今天死了谁不打呀？那我上北楼打二水。哎，我带壶呗。没了你。扯不扯？喂，木芒，进展正常不？先有人证实，在7:20的时候，看到他从南楼到北楼来打水。他被害在经警室里。我认为，梁桂海极有可能是被歹徒用枪逼到经警室后杀害的。这也说明歹徒当中是有专人负责看守楼道，防止外边有人进来增援。屋里的6具尸体除小孟雷以外，其他人均被射中2枪，这说明有补射。也就是说，歹徒在事先就已明确自己的想法，对在现场所有的人一律不留活口。奇怪的是，在这个位置，当时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值班经警许东军，他也身中2枪，但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2枪都打在哪儿了？2枪都打在胳膊上，左胳膊打中1枪，右胳膊打中1枪。据他自己讲，当时枪一响，他一头就钻到桌子下面，是中弹的队长张远成压在了他身上。这个人要认真调查，已经派秦帆到医院去了，对他进行突审，实时监控。据南楼调度室反映，7:25左右，许东军确实打过报警电话。进来打枪吧。好。进来打枪的有几个人？我也记不清有几个人，好像看见一个是个女的，有披肩发，端着枪，长枪短枪，我也记不清了。你先说一下他什么体貌特征。身高1.62米到1.65米之间吧，年龄在20多岁，不超过23岁。肯定是女的吗？没错，长得挺秀气的。你敢肯定是女的？会不会是戴假发的？假发，摘下假发也是女的。哎呀，我敢肯定。眼睛不大不小，双眼皮，长得挺白净的。好像是半大衣，紫色的，啊不。枣红色，好像是仿羊绒的，不是真皮。下身？下身，我也没太注意。这个女的，以前你见过吗？没有啊。不过，看着有点眼熟。是不是见过？没见过，可能是这种脸型我见的比较多吧。他用的什么枪？长枪短枪，我只记住枪口，太吓人了，我这辈子八成都忘不了。当时我们正在看电视，差几分就整7点了。
应该是两个人。保卫科的结构有点怪，这是会议室，这是值班室，会议室套着值班室，这是小仓库，值班室又套着小仓库，小仓库呢有两个门，一个是通往值班室，另一个是通往楼道走廊的。通往楼道走廊的这个门平时不开，两边都上锁。矿工的工资呢不在保卫科发，是在南楼，剩下的工资送到保卫科。小仓库外面只要有专人把守，不把外边的人打光，是不可能冲进小仓库的。这就是说，歹徒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必须熟悉，甚至要亲眼看到装工资款的帆布包送进仓库里面，不然这样干就太盲目了。林书记，工资款运进仓库的时候，有多少人知道？有多少人看见了？我应该检查，我们那个安全防护意识，不是够不够，而是几乎没有。矿上五个月没发工资了，节前一发工资，矿里的男女老少就像开了锅的水，一下子都来了。这样调查的难度就大了。我看内部人作案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保卫科里呢死了三个人，尸体已全部被烧焦，9号尸体和10号尸体现在已查实是值班的保卫干部，11号尸体就是门前的这个，现在还没有落实。根据调查，他应该是值班保干郑少军。应该是。为什么不能够肯定呢？唐科长不敢认定11号尸体就是郑少军。据他讲，郑少军向他请过假，请假以后走没走他不知道。会不会是罪犯之一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为唐科长和死在门外的8号尸体孙国华，两个人都往门里打过枪。11号尸体呢，头部中了2枪，又烧得严重变形，辨认起来难度很大。如果不是郑少军，那么郑少军就值得怀疑了。作为保卫干部，在执行这么重要的值班任务中，怎么能轻易离开岗位呢？而且刚好是歹徒袭击之前离开，怎么这么巧？我已经派王处长到他家去找他去了。哎，王处长，走走，说什么？王处长，走，把说清楚，说怎么样？冤呐，我冤呐，我啥坏事没干，我真的回家吃药去了，冤枉，冤枉。值班保卫干部郑少军因脱岗躲过了歹徒的枪杀，后来的调查结果证明他确实回家吃药了，吃过药又去接了孩子，没有迹象表明他与犯罪团伙有联系。经过严厉的批评教育后，他被释放了。郑少军主动要求矿党委给予他严肃处分，他捡了一条命，但全矿的人都知道他这条命是怎么捡来的。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他心怀愧疚，情绪十分消沉，整天与劣质白酒为伴。北楼前现场停着的北京212吉普车已经列为犯罪分子遗留下的最重要的物证之一，
贺岭方面技侦人员开始对车身内外的痕迹进行初步勘查，现已发现驾驶室两边的车门上都留有血迹。从车内找到车牌，牌号为81405，当夜查明车主为出租汽车司机李桂宇，目前李桂宇去向不明，这样警方希望首先从出租车上打开破案缺口。你闻到酒精味没有？有，开始的时候酒精味比这更浓。这伙罪犯不是一般人，车内肯定被用酒精擦过，怎么到现在连一枚指纹也没发现呢？这里发现血迹在哪儿？用白达腺体吧。这辆车很有可能是我跟宝玉在四道口碰到的那辆。嗯，当时没挂牌照，从时间上来讲现在能对得上。嗯，那就是说他们是从西北方向开到这里来的。有可能。要组织人力着重从这个方向去查找一些线索。这有个头发。是吗？司机李桂宇受害了呢，还是犯罪团伙中的一员？要尽快查明白。是。司机的家属找到了没有？地址已经查到，已经派人去了。根据情况判断，这个团伙里面确实有个女的，这要好办一些。要着重从与刀枪炮团伙有联系的团伙中呢去查找。是。要把大致的呢把犯罪团伙的人数确定下来，要把所有的目击者都要找到。而这个事情谁在调查呢？七八亿。警笛声震动了贺岭市的大街小巷，最感到惊恐的是社会上隐蔽在角落里的流氓犯罪集团。在东北俗称刀枪炮的犯罪团伙，他们预感到一场搅动整个贺岭的大清查就要来临。在大规模的清查中，围剿发案的犯罪分子也会连带着将一些过去漏网的违法犯罪分子筛洗出来，历来如此。不是告诉你们吗？一支枪也别留，这几天肯定他妈的要收枪。那刀呢？刀没事，这年头带把刀怎么了？你他妈的轻点，这周围的邻居没这么可靠。五哥，要说咱们有够倒霉的了，活干得不漂亮，五个伐木口袋至少有100多万呢，有的银行也没那么多现金呢。大买卖咱不好做，就先做点小的，只要人都在，什么事情都好办。祥子，快点。这回啊，贺岭算炸了窝了，街上警察越来越多，我看这枪啊转移不出去了。转移不出去也得转移。明爷，你先走，顺子和祥子不要离得太近，我和铁皮垫后。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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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徐建来了。来坐着。干嘛？我想，我们也用不着废话了。你们都是案发现场的人，肯定知道一些情况的。有些情况呢，咱们个别再谈。现在先集中谈一个问题。据你们所看到的，今天晚上抢钱的歹徒总共有几个？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有没有你们认识的？大家快谈吧。我先说。行。案发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二楼的调度室，当时也不知道外边是放炮仗啊，还是放枪。你听，听听，现在外边还有炮仗声吗？哎，哎，楼下什么声音？好像砸铁桶似的。刚开工资，就跑走廊里放炮了，真是吃饱了撑的。嗯，不太像。是打枪。哎，你听。用不用下去看看？看啥呀，楼下有那么多人呢，不会有人敢来抢钱。哎，枪可是不少啊。哎，是打枪。你真是。哎，梁队长，怎么样？怎么样了？哎，快快快点，来了一会儿抢钱的。哎呀，他们都有枪了，再把我一块打起来了。哎哎哎，他们来了。哎，完了，这回可他妈完了。怎么？保安，快保安！咋地啊？快快保安！喂，喂，喂！哎呀，你先放下，我有急事儿。你放下！我是康秋林，我是康秋林。哎呀妈！他妈越管越出事儿。喂，喂，关灯，快关灯！没让你们关灯，我让你们打电话报警。嗯，您接着。是唐科长让关灯，我们几个关了灯，就到窗户那儿往外看，大约过了二十几分钟，就看到篮球场那边有几个人影，好像往西边去了。是往西走，大水壶那边不西边吗？一开始走的还挺慢，后来越走越快，一会儿就没影了。有女的吗？有。有女的，能肯定，能肯定，走路姿势像，就这么走的，屁股还一米，好好好，就是这样走的，几个人他没有，大概四五个人吧，是不是？天太黑，看不太清楚，大概是四五个歹徒，手里拿枪没有？没有，天那么黑也。没看清拿没拿东西。你怎么知道是歹徒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歹徒。这不大伙儿都看见了。我看见了，就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背着口袋，个矮的那个长头发，那是个女的。一下坡吧，他们就开始小跑，后来越跑越快，这一下就没影了。那功夫唐科长正打电话，电话还掉地上了。要哪里？928特大枪案案发的当夜，南岗矿总机室陷入忙乱之中，接线员们抑制着个人心中的不安与惊恐，以镇定亲切的语音竭尽全力让矿工及家属们安定下来。王子家是哪里？找谁呀？我吧，是直接和歹徒
面对面开战呢。这可能呢，我更有发言权，哈哈。这个，先前吧，我在楼下说了一遍了，现在我再重复一遍。这个关一定要保住，因为有关部门一方面要抓工程的那个行政严重，另一方面要抓工程的那个，要按合理的工期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确保。来抢钱的了，怎么办？你出去，这边有人有枪。这样，你们从这里面出去。你别管，快出去。关于这两个瞬间，事后曾做过许多考察，因为它关系到一名保卫干部的名誉及荣誉。放枪了，放枪！下午，刘广运委员、江泽慧委员分别就我国农业科。这女的呢，这个留着挺长的头发，那长得，这要让我说出她具体长得什么模样，我还真叫不准。你想啊，这见了面开枪就打，这走廊里又黑一块亮一块的，这是不是啊？这齐队长，我要不说到这儿，这往后还有什么问题，你随时都可以找我啊。我得走了，得那帮死者家属啊，咋做工作，我心里连点谱都没有啊。啊，就这样啊。你接着讲。当我冲出库房门口的时候，看见会议室门口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刚才唐科长说的穿警装的人，这人不会超过30岁，1.70米左右，大眼睛，有点小黑胡子，哎，不太重，人长得挺白的。说说那个女的，